我就做你啲啊，做啲大將大將啊！我經常係大條將噶，大條將係六發子彈，有四發冇篤過嘅，兩發篤過嘅，最多俾你打死三十個四三個人，你要留一個嚟吞槍屎噶啦。如果係俾敵人包圍，佢嚟打仗咧，有人使紅帽殺，有人使鈎仔，即係日本啲嘅叫鈎仔啊。有人使粉槍，有人使啲步槍，各一各全世界嘅步槍都有，啊，一個班都四五種步槍嘅，四五種槍嘅，佢冇子彈打仗，佢咪同人哋打，但係佢冇子彈打，佢冇槍用嘅，講得好笑嘅，係咪啊？即係淨係揸住做樣。係啊，做樣嘅咋。你嗰支唔係做樣嘅，你嗰支係玩嘅係嘛？都係啊，都係幾發子彈嘅啊，喺前線啊。